朋友你好，欢迎回到碎片记忆频道。今天是2023年4月27日，开始我们今天的第二个节目。咱们先来看战况。一，在过去的一天里，战线没有太大的变动。乌克兰国防军部队击退了俄罗斯军队在巴赫穆特、阿夫迪夫卡和马林卡方向的54次袭击。最激烈的战斗发生在巴赫穆特和马林卡。乌克兰武装部队的航空兵对俄罗斯军队集中区进行了11次袭击。二，战争罪行方面，俄军炮击了乌克兰的9个地区，使用了重型火炮、飞机、无人机、多管火箭炮。俄罗斯导弹袭击尼古拉耶夫，造成1人死亡、15人受伤。俄罗斯军队昨天炮击赫尔松地区65次，损坏了居民公寓，杀死了一名42岁的男子。在扎波罗热，炮击次数增加了，俄军一天发动了83次袭击，其中7次空袭、5次无人机袭击、2次多管火箭炮和69次炮击，造成2人死亡。在顿涅茨克地区，由于俄罗斯军队的袭击，造成3名平民死亡，另有4名平民受伤。三，吴总参公布的昨天战果数字是这样，摧毁俄军人员总数188920人，新增510人，坦克3694辆，新增2辆，装甲车7178辆，新增16辆，火炮2887门，新增10门。由于乌军并不公布自身损失，俄方公布的乌军损失过大，无法令人相信，因此我们不公布乌方损失数字。四，乌克兰军队已将获得的英国挑战者2坦克部署到前线，以对抗俄罗斯军队。援助方面的消息。一，据英国国防部副部长詹姆斯·西佩称，英国已向乌克兰运送了数千枚挑战者2坦克弹药，包括贫铀穿甲弹。此外，国防部长表示，英国转移到乌克兰的挑战者2坦克和贫铀弹现在由乌克兰武装部队控制。英国国防部不监测发射贫铀弹在乌克兰境内的位置。二，乌克兰接收了斯基 NEX 防空系统，离完整的防空体系建设完成又近了一步。瑞康斯基 NEX 网络防空系统已经在乌克兰运行。乌克兰总理施米哈尔在访问莱茵金属意大利公司时做出了上述表示。施米哈尔说，我们需要如此有效的武器来保护我们免受俄罗斯用于袭击乌克兰的无人机的伤害，他们将挽救数十条生命和对数百万人至关重要的基础设施。乌克兰总理宣布，这种火炮系统已经在乌克兰投入战备之前了。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呢，这些系统的转让并未提前宣布，此前仅有一些媒体做出了猜测，乌克兰官员也没有提到这些防空系统何时到达，然后他们就忽然已经到了。这套系统被称为可怕的无人机猎人，主要武器是一门35毫米高射炮，可使用先进撞击效率与摧毁炮弹 AHEAT 弹药打击巡飞弹、巡航导弹乃至高速飞行的迫击炮弹。尽管 AHEAT 弹药单发价格超过了数千美元，但是呢，在 XTAR3D 相控阵雷达和数字式火控计算机的配合下， AHEAD 弹药甚至能做到仅用一发炮弹就摧毁一架无人机。由于这个特点，可以专门用来对付俄军的伊朗无人机。它是由德国莱茵金属公司研发，平台呢是一辆 6x6 卡车，核心是一部三维多任务 X 波段的战术搜索雷达，可以对50公里范围内执行对高空和低空空中目标的搜索、探测、获取、跟踪和识别等任务，可为空中目标提供三维局部空中图像、指挥和控制网络，以及用于提示火控系统的跟踪和威胁数据。它也是一个机动式的战术防空指挥节点，可用于发现和追踪飞机、无人机、巡航导弹、炮弹和火箭弹等目标，提供战场态势。三，来自利沃夫地区已故英雄奥列克桑德·索赞斯基的母亲将四架无人机交给了第80空中突击旅，购置这些无人机所需的100万格里夫纳的款项是由爱心人士收集的。乌克兰伞兵军官奥列克桑德·索赞斯基，绰号拉格纳，今年2月在巴赫穆特附近的战斗中丧生，他是第80空中突击旅火力支援连的指挥官。他的战友们说，奥列克桑德
不仅选择了斯堪的纳维亚战士拉格纳的名讳来称呼自己，而且还像古代士兵一样生活。他总是和他的士兵一起训练，让他们为一场大战做好准备。一名呼号为圣徒的伞兵说，是他创建了这样一个团队，我们消灭了很多敌人，能达成这样成就的单位并不多。他的母亲利迪亚·索赞斯卡从未劝阻他的儿子离开军队，他的儿子早在2014年就作为志愿者去保卫乌克兰。英雄的母亲说，有时候我从利沃夫去到基地所在地马里乌波尔为这些家伙们做饭，作为亲人应该支持和相信，为他祈祷和帮助。这位女士回忆说，当第一笔资金开始涌入我的卡时，我的心每次都沉了下去。你知道，这很好，但同时我收集起来很痛苦。但这将是关于我儿子的美好回忆。他用筹集到的资金购买了四架配备夜视光学热像仪的无人机。奥列克桑德的妹妹尤里亚娜也在他的旅服役。他坚定地说，我们必须取代堕落者并继续工作。哥哥的英灵将激励他和同伴们继续顽强奋战，直到胜利完全降临的那一天。今天的最后呢，咱们继续关于克里米亚归属的讨论。强国舆论场关于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主权与领土是否受国际协议保护的讨论还在持续。关于克里米亚法律地位和归属的讨论呢，也还在持续。强国捐毛博主和俄罗斯孝子贤孙们似乎认为这其中存在法律瑕疵，而一旦存在法律瑕疵，则所有的存在瑕疵的利益必然归俄罗斯所有。这种想法和声音极大的污染了公共空间。无论从何种意义来说，1991年9月6日苏联对波罗的海三国独立的承认和包括阿拉木图宣言及苏联解体后一系列原加盟共和国之间的相关协议都明白无误地确立了波罗的海三国的主权领土以及克里米亚的归属，并没有任何法律瑕疵。在这一点上多讨论也是没有任何意义的，除了让孝子贤孙们获得一点心理慰藉和相信他们的俄祖胡作非为是有那么一丁点理论依据的。而实际上俄罗斯的胡作非为并没有任何理论依据可以依靠。俄罗斯最大的问题不在于相关协议的存在与否和有没有瑕疵，而在于这个国家本来就不相信任何协议。我们偶尔看到一则视频，是2022年2月27日安倍于当天早上参加富士电视台的特别节目。在节目中，已故前日本首相是这样说的，之前只预测到可能会出兵乌东两周，没想到会全面出兵。普京是担心如果乌克兰夺回克里米亚，俄罗斯就会跟北约正面冲突。关于乌东两州问题，普京认为西方当时承认科索沃独立的时候俄罗斯是反对的，这次他就是用同样的逻辑来处理乌东两州。安倍桑说，过去和普京见过27次面，有几次在私下里只有两个人的时候，他多次表达过对美国和北约违反协定不断东扩的不满。在他的心里，这次出兵不是为了领土扩张，而是为了国家安全。他说，这只是我解读普京的心态。普京只相信力量，这在他过去在 G8 时处理叙利亚问题上就显示出来了。当时七国同意阿萨德下台，只有俄罗斯总统反对。他说，阿萨德下台之后谁来管理，肯定会非常的混乱。你跟他说要为了地区的和平，他不相信。他表示，你要是跟我说为了日本的利益这么做我还信，你说是为了地区和平，那么该出兵的时候就应该出兵。所以虽然俄罗斯严格意义上和美国和绝大多数欧洲国家一样是一个西方国家，但普京的思维和做法与俄罗斯历史上的一些统治者并没有什么区别，大部分俄罗斯人也是一样的观念，他们不相信契约，只相信拳头，不相信合作，只相信利益，不相信和平，只相信战争。北约是一个防御性的集团，只要俄罗斯不对外扩张，北约的存在对俄罗斯就完全没有威胁。这次芬兰加入了北约，俄罗斯并没有焦虑，马上瑞典也会加入北约，俄罗斯也没有着急，就是因为俄罗斯人知道北约不是真正的敌人，
他们出兵乌克兰只不过是觉得乌克兰国力弱小，经不起打。他们认为泽连斯基当晚就会跑，乌克兰三天就会投降，可以捡个便宜，重建所谓的俄罗斯新世界。不过他们想错了，乌克兰人坚贞不屈，乌克兰军队经过八年的锤炼已经成为能征善战之师。他们不仅破灭了俄军三天打穿乌克兰的幻梦，还在一年多的时间内一步一个脚印，让俄军吐出了 40% 新占领的土地。眼下乌军反攻在即，虽然未必一蹴而就，但已经吹响了逐步收复乌东四地和克里米亚的号角，俄军整体溃败的序幕已经徐徐拉开。能够看到这样一场波澜壮阔的战争，是全世界热爱和平的人们的重大历史参与。乌克兰必胜，道义必胜。好，以上两个视频是我们今天与您分享的内容，感谢您的耐心观看，感谢王小靠同学辛勤耕耘，咱们明天再会。